受同报互变，各一工时五日不倦，变化一件细致，大事难忍而忍，各时工火气不生，在在欢喜，在在感化。百工傲慢筋骨，血笑坚强，恶口举咒，造一人混迷，捏造歌谣，两舌一见人，复一曰窃人之美。世事大小，大者其过十倍，虚言是恩，妇人好意由，多言会骂，各一过好谈归本，轻若其余，用机阴图，造谤诬陷一人，毁坏人成功，据实过长习斗送气骨，磨媚巫蛊，设心伤人，妇人磨制丈夫，据百过，敬圣和以常对月孝法会第一。一日间，敬事神明祖先，或其亲福，求善缘，斋戒之臣。义工修制饭饮，圣像，供佛，斋僧。百前义工时自指焚化。百字义工时存想圣前仙佛，庄严在心，至十五日。时工至物内灵通，时时光明宝香流转肺腑，若游天宫，闻神矣。阐发贤圣经教，具百工，亵渎经典，作会不止，亵唾不祭三光，祈福攘灾，不修善事，而许生劳恶怨，妇人好入尿怨，各一过气以诽谤圣贤，怠慢祖先，各时过打骂神明，会坏伴侣，唱说叛圣，具百过，存心格以忘善无我为第一。一日间言行俱善，存心施济天下，化导众数，义工善与人同，改过日新，至十五日。时工思念不行，寡思习梦，生一月本，至一月。百工常常如此，策达自然，存虚原意，为无量功。一念、贪念、恶念、嫉妒念、内视念，辗转不除。一过邪念，辗转数日，行之动作，失过。宋曰：不出门，就万命，从以随在服时，教成子孙祭事。是谓不出门，就万命。不废财，行万功，孝有方便，利利可作，人不存心，功德无量。是谓不废财，行万功，不假法，度万人，赞扬善人，欢喜善事，贪贺善书，兴起善念。是谓不假法，度万人。言曰：昨有某者三岁而饿死。